今天两位妈咪又要去哪里打工旅游了呢？拥有上一次的经验之后，我们来看看他们对台湾是不是又有更深层的了解了呢？这是哪里啊 ，Jackie？ 这边好像是、啊、这到底是哪里啊？大清早这么早，等一下，你们知道现在几点吗？现在才6:15呢。我们要干嘛？我们现在来这里的任务。我们的任务。又来玩这个游戏。看到这么小的钱包，我就知道怎么样。提示卡是什么东西啊？那是什么？这是形状还是 ？OK。好。提示一，地点。三颗星，三颗星是哪里？提示二，这什么字？长啊，长啊是台语吗？是啊 ，OK。第三个提示，有一些有的没有的字，部首是什么什么部首，还有一个小星 ，OK。Anyways， 在这里部首中评出三个字。你会拼吗？你学过波波吗？我会波波摸夫，这哪有是波波，这是国字。最终目的地知道罗东夜市，太好了。那我们去问人好了。一个一个画吗？快点，我们去问人。这里哪有人？你看一下。啊，你看那里，客运站，客运站，客运台，去。这里怎么会有客运站嘞？问一下。你好，不好意思，可以问一下，找一个地点叫做三颗星。三颗星。这个东西到宜兰转站哦。三颗星在宜兰。我到宜兰转车。哦。这是一个有名的地方，很好找，是不是？很好找。那宜兰的票多少钱？制作人给我们钱来买票，这个钱包就是拿来买票，但是刚刚没有看清楚我们有多少钱。我看一下，你先不要动，我先告诉我多少钱，多少，总共多少？总共是214。啊？没有，200，我以为是29块。哎，我们要坐游览车，214。你看，我还剩下这样子，167左右。我们是几点的车子？哎，7:00七点。七点。现在。现在几点？现在几点了？6:20。走走走走走。现在6:28。OK。车我都没有看到公司。这里。哎，有人在等呢。有啊，所以应该是啊，七点。现在才6:30。就等吧。好。就等吧。啊，车子呢？是这个吗？不是啊，我们是公车啦。这个怎么玩呢？这是盲人带着盲人，盲人带着啊。这种人跟我们讲话了，奇怪。钱包拿出来。钱包，你说我们自己的钱包啊？你们只能用我给你的钱。啊？什么？他给我们的钱好少哦。你猜里面才100块哎。两位妈咪，虽然钱包被没收了，但相信你们能发挥背包客的精神，好好在宜兰活下去的。赶快上车，出发喽！你好，谢谢。我们要去宜兰，是宜兰嘛，对不对？宜兰要多久？1个小时。一个小时，好吧，可以睡觉喽。好。哎，这个好，哇，这椅子好大，好舒服。有电视哎，我们有电视。哎，这是豪华车，你看，这比我们上次去那个。苗栗还是新竹，那个车也很好啊。你不是有个拼图？不是，我们先要去问这个长啊是什么？你要问人吗？真假？他在睡觉还是看电视？先生你好，我想问你一个问题，我想请教你，这个长啊，台语的长啊是什么意思？葱？你是说炒菜的葱？哦，谢谢你，谢谢。OK。真的的，一定有葱。宜兰最有名就是葱啊！对，所以肠啊就是葱，我以为是五斤肠旺菜。OK， 所以您现在这是什么东西？不熟，这是卤蛋的卤，卤蛋的卤，这是心，这是不是夹？夹子的夹？对啊，是吗？是。好，我跟你讲，我来 Google 这个这些几个，我就有一个字就好了。可是什么什么字？可是我们不晓得它是不是这个意思啊？拼出来的一定跟葱有关系。葱怎么写 ？Right here， 这样子葱。那就是爱心啊。对，葱，然后葱，然后有一个夹。为什么有一个夹？你要写什么？好，我们现在有葱，这两个字我真的不是很清楚。你弄好了，我要睡觉了。你也睡觉好了，我们先休息，我们等一下再问人，我们等一下再问人。有人在瞪你了，嘘，他们
要睡觉，不要找了。Jackie 哦，我们不想上新闻。你现在有人要抗议，我们要有公德心。这次两位妈咪的体验旅途中，他们又会发生什么意想不到的事呢？400块能够完成这趟旅程吗？哇，我们到了宜兰了！哦，太阳出来了 ，Jackie， 我们录了这么多外景，今天天气好棒哦，我好饿哦。应该有很多司机失望。你好啊，你每次都很饿，你不是已经吃了早餐吗？我觉得我们，你不是还剩100多块吗？我们去找一些小吃啊。100多块可以吃什么呢？这边有很多急诊车。早上8点一定有一个菜市场之类的，菜市场里面都有很多烧食、啊。这里有菜市场啊，附近都有很多。走。在那边。司机大哥们好，你们是司机大哥的吗？我们想问你，这附近有没有哪里可以吃一点美食？菜市场。菜市场里面是有小吃的。有小吃的， okay, 好啊。菜市场在哪里？在南头，你要坐车过去。可以用走的吗？因为我们身上只有100块，可是我们又要吃东西，我们可能。你会报账没关系的，我们可以拿那个收据给你啊。我们制作人不给我们报账。对啊。我们的节目不给我们钱的。你要走路从这边到向右转。啊哈。然后绕一圈。走到那个前站，走走，这边先出来。你说那个市场叫什么市场？南馆。南馆，谢谢。等下次我们经费多一点，我再来找你坐车。不要吝啬啦！快点，快点，把我钱包拿来。把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给我钱。谢谢司机大哥，谢谢你。制作人不是不给你们钱，是要让你们体验所谓的穷游，了解旅游的意义呀、啊！两位妈咪，赶快去寻找当地的美食，填饱你们的肚子吧！这是个菜市场，对，因为我看这个菜市场，这条街蛮长的，我们先来 Google 一下。菜市场里面应该很多便宜的小吃吧？对不对？我来 Google 一下，宜兰菜市场出现一个什么一乡饮食店？它有些吃什么吗？麻酱面。麻酱面、yeah. 哦，听起来麻酱面应该是冷的吧？等一下，现在是几点？8:30，我们还有一天的时间，我们就先吃一下，没有关系。没有，可是早餐会吃麻酱面吗？有，你不知道，我带你去。哇，一箱好多水果，这就是我喜欢的。你们很开心，你看它的洋葱好大哦。这是什么 ？Red Pepper。注意啊，这套票好。我喜欢甜的，萝卜是什么？你说这个里面是萝卜啊？那我要一个咸的。要咸的，谢谢你喽，谢谢你哦，老板，太好了。你看这里有肉松哦，老板，有很多肉松哦。这里有鸭嗓，鸭嗓。然后这个是胆肝，胆肝。哦，胆肝跟鸭嗓，他们说胆肝跟鸭嗓是一定要吃的，是，好。没问题，你在干嘛？快起来。有一种烟熏的味道，好好吃哦，很应该要吃白饭，然后喝一点啤酒，就是肉松小孩最喜欢吃，我们要买一点给小孩。好啊，可以算白人啊。可是你没有钱啊，肉松多少钱？1斤200。一斤200，一袋200一斤，一斤不行，半斤100，你有100块吗？可以，快点拿出来，哒哒。我想前进，但是没有办法。老二姐，你要再动吗？你有移动吗？哎、欸，这个刚动下去的。它动不到，有点辛苦，还要一直弯腰。好，给你刀叉钢瓦，拜托。维虾米这个葱不自己站起来。妈咪下乡打工，体力耗尽，大喊吃不消。快点拿出来，有。太大了，不够，我没有100。老板。50块，因为我知道制作人会把我们的钱拿走，所以我就把铜板都塞在不同的口袋里面。你他已经装了，我们不买怎么好意思？那他要多少？100吗？100块。那你要对我好一点，爱不爱我？对你最好了。你想爱我吗？帮你拍高一点，这样子。你又在拍我的胸部，这就对你好啊，给观众一点福利啊。等我一下哈。我觉得宜兰这边的菜长得比较大颗一点，看起来很健康，一边走一边吃就很过瘾了。
那这是因为我们为了这个麻酱面转来转去，有一个很黑暗的巷子进去，神查不漏，藏在一个很里面很里面的巷子。有，我看到一箱麻酱面。有吗？馄饨面、鱼丸汤、麻酱面一箱啊！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一箱一箱一箱。你好，早，你们是一箱嘛，对不对？好香哦，你们这边这麻酱面很有名吗？馄饨鱼丸汤。你的50块放进去了没有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六、七、八、七，我们有181。那我们要一碗馄饨汤，然后一碗麻酱面，50块。好，我们坐。要请我们吃啊！要请我们吃啊！你九岁呀、啊、不好意思，好棒好棒，我们可以好大方，就是恰力吧恰力吧，就是请我们吃，我们可以省50块哦。哇，好香哦，好香哦，很香。它这个里面这个麻酱味没有很重啊，我觉得它那个麻酱面它是有一点麻油香气在里面，所以它就是跟我们一般吃的麻酱面或是芝麻面别于不同。它的馄饨汤它自己包的嘛，我们看到那个阿嬷自己包的馄饨，所以它那个馄饨皮擀的是非常薄非常薄，所以你在喝那个汤是非常清淡的，然后再吃到那个馄饨，你会觉得说配得刚刚好。我们还有啊，我们还有一个东西没有弄啊。哦，我们的拼图，对对对，我们的拼图，对呀、啊，拼图，我们已经有葱了嘛，这个、啊。我觉得我们应该问旁边的人，因为我们的国字不是很好啊。车上问长啊，是我问的、啊，那现在该你了。那我该我好了。不好意思，阿姨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？因为我们现在在玩一个游戏，因为我们有葱已经拼出来了，对不对？可是其他的我们不知道怎么拼。你有看到什么字吗？在这里，宅是对的。然后这边呢，这个放中间，放中间。哎、欸，可是这怎么念？怎么念？两位妈咪的拼字提示，把阿姨搞得晕头转向，到底是什么呢？赶快再去问问其他人吧。这是什么字？冲了宅。阿姨说什么？三星长阿聊。三星长阿聊。宅在中。然后聊在后面，来，好了好了，阿妈是对吗？这样子，这是昌仔寮，长阿寮，长阿寮，长阿寮是一个地方吗？那个是哦，三星啊，总的正常啊。三星，他说三星，那我们要怎么去这个地方去？长阿寮，罗东，那罗东要怎么去？捷运，哭起来没有哭一地啊，没有，我们没有捷运，杂路啊，杂路。是哪一个方向？这个方向，这个方向。对对对 OK， 走了走了走了。我们现在要找这个客运，客运在，他说在公园啦，这边啦，公园不要过去。那里有公车站，那里有吗？有吗？公车站，客运，这边叫客运站。好，客运站。那我们要找，走，好，来。罗东转运站，哎，罗东转运站，错，怎么样？没有事啊，罗东转运站。他又要笑我的国语，我的国语怎么样？我的国语没有很好啊。好了，罗东转运站1766。两位妈咪眼睛睁大一点，别错过了公车，不然丢嗨啊！1766吗？1766，对，1766。司机先生你好，我们要到罗东转运站，是这里吗？坐这个车，先上车了。你这个票是什么？这个就是你们从南港展览馆或圆山的转运站的国光的车票，后面四下可以免费坐。我们有什么好好？我们有哎，还好我有帮你留。好，票的钱都不要报免费，今天到现在还没有还钱。来，我给查给你，要喊去。太棒哦！大会报告，跟大家分享一下，从台北搭国光号到宜兰，只要留下票根，就可以免费搭乘当地的公车哦，实在太棒了，也让两位妈咪省了一段车资呢。哇，他来了，天气太好了，怎么了？太阳好大，这就是三星啊。那长阿寮怎么去呢？我们往前面走，看这里有往前面走，标牌是写什么？哎，有有有有有。
在里面。那走吧，走吧，拜。啊，这里好棒哦，天气很好。这什么东西？火车站，好复古的火车站。这是铁路哎，这边的生活多好哎。你看，好安静哦，然后都是绿叶。我在想说，如果我们住在这边的话，我们会多开心，可以享受好山好水好太阳。那现在我们要去找葱啊，走啦，葱阿聊，葱阿聊。你看，你看，有牌子，有牌子，葱阿聊。等一下，我看看，就是那里呀，所以他要右转进去。但是等一下，一公里是多久？一公里是很远哦，一公里是差不多要到山那里吧？一公里很进去，走路啊。有一天我要让你们拍拍看镜头后面的工作人员是多幸灾乐祸，自己跳上车子然后叫我们用走的。我们亲爱的耀文，来一起哦，一起哦。什么？没有关系，我们是谁？我们是妈妈咪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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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妈妈咪。在这里就会想要这样子跳走，我说走，快跑。好棒哦，好棒哦，好棒！我看到那个人在弄葱。哎，老板，哟，我们过去。老板你好。哎，你好，你好。我被冲下。你要说什么？我们要找葱，葱阿聊。哎，这都是葱阿聊啦。葱阿聊。对。那老板，因为我们现在身上的钱很少，那我们可能需要在你这里，可不可以打工赚一点钱？哦，可以啊。那我们要做，你嘴巴怎么了？做什么工作？伯，您过来这样给他倒建肠啊。这个是肠啊，这个是肠啊，这个是肠啊，这个刚种下去的呢。种的，为什么我们每一次到农场，你就把他的菜搞乱了？不是，我不晓得不能拔出来。好了。好了，那就跟你们讲说我们葱怎么种植啦。哦，我们种葱的话会用这根工具，哦，它叫做梯形直冲器，所以说我们就是直接给它挖洞挖下去，就这样子挖洞挖下去，然后再将这个葱苗再给它丢下去。然后为什么要覆盖这个稻草呢？它最主要的作用就是说，它可以保持我们稻草底下土壤的湿度，保湿，同时保湿可以吸水，对，同时它还可以防止杂草。这样我插下去，对，挖下去。哇，这个土还非常的，可是它够深啊，这样够深吗？不够深，不够深，你要再挖深一点。你这样子吗，老板？对对，这样放下去。哎，其实它那个土还蛮软的，所以推下去不用太用力的，够三根就好了。好，加油加油！哇，可是，你不能推那个草啊，我真的找不到。但我发现这个洞啊，不是很好找。对。我给你倒沙缸哇，倒沙缸拜托拜托，帮他倒一点。什么？微虾米这个葱不自己站起来，我们种的时候要垂直压下去啦，因为你这样种斜斜的。哦，这样直的。对，垂直，对，垂直往下种下去，上个月就可以采收了。所以你葱是每一年都有吗？所以一年四季都可以种。一年四季都可以采收。真的。哦，这个。有点辛苦，还要一直弯腰。因为宜兰的葱都比较粗犷，种葱的时候有点辛苦，因为就是要一直弯腰，真是有点比较累了。老板，你种葱啊，真想辛苦。真话苦哟。不是话苦，辛苦辛苦。哦，辛苦不是辛苦吗？真辛苦，真辛苦。宜兰人爱讲话就真安暖，真安暖，真辛苦，真辛苦。其实真的不简单，因为其实那个整个泥土搭起来之后，它里面肯定有石头，它有一些部位可能是特别松，那个洞就太大了，那个葱插下去它就会有点哩哩啦啦的，就不是很正。所以其实还是要有点技巧。我来了。老板，我们葱苗没有了，就种这样子就好了啦，太辛苦了啊！要不然的话，看你这样子，那个种的那个，对呀、啊，你看倒的倒那个，倒的钱，老板，我要有些还没种到，
等一下我还要再重新再整理一遍。哎、欸，啊、哦，真的吗？你看，那边的通都掉下来，欸、都昏倒，跟我另外一班一样，快昏倒了。没有，没有快昏倒，我觉得我真的，因为我常常去买菜，人家都送我葱。我以后都不拿了，我要用买的，是真的要花很多时间，还有很多体力，腰会需要一点锻炼哦，那太好了。那这样子呢，我们就是来去采葱，采葱应该会比较简单吧？对，去拔葱，走啦，拔葱。哦，哇 ，Melody， 你看，葱片好壮，好肥的。老板，这就是我们刚刚种的那些葱苗吗？哎，是的，我们种下去3个月过就可以变这么大。对，本来我们就是种了一根嘛，那现在变成好像来，好像有3-4根在里面。很好奇，我们刚刚看到的那个葱苗上面，你铺的那个泥土上，你铺的是稻草。对，稻草。那现在这个稻草怎么就没有？是你把它拿起来了？哦，没有，因为我们这个季节的话，我们种植的话一定要用稻草。但是那个秋冬季节的话，我们种植的话，我们会用这种塑胶帆布来代替稻草。哦，所以夏天为什么差别？塑胶帆布的话，现在种植的话，因为外面的温度会越来越高，所以说那里面会闷会热，所以说它就比较容易烂掉。哦，对，哎，那这个拔葱的技巧是什么？拔就这么粗？哦，拔葱啊，很简单，就虎口向下，这样子反手扶手，尽量捉到它的那个根，白葱。哇，漂亮哦！如果你那针脚是都拉起来就可以了。这葱真的好香哦，真的很有那个很清的味道啊！有一些真的很硬哦，好硬哦，好里面哇！拔葱其实我觉得对我来讲比起来比较简单，因为我的手力比较好，我只要拔拔拔就有三把出来，就这样子，还蛮好玩的。老板，有这样子有没有10公斤啊？有了啊，对不对？那这样子，我们工作的钱可以算一下吗？现在还没啦。啊，都还没。我们还在。啊！你不要拔别的植物。跌倒不算没有关系，植物不要把我弄死就好。那个羊肉好嫩，宜兰鼎鼎有名的脯肉。好好吃哦！两位妈咪打完工赚了钱，要带大家去吃夜市美食喽。算一下吗？还没啦。啊，都还没。我们还在洗，要把它洗干净。对。我说两位妈咪啊，你们想得太美喽，工作怎么可能这样就结束了呢？哇，这边好凉快哦，老板。这个比较好，这个、比较适合。我好想下水。去就好了吗？我先拿个把青葱芽泡水。啊，直接放进去吗？对啊，直接放进去泡水啊，那就下来吧。哦，好凉快哦。哦，还有一点凉，还不错，还不错。哦，好冰哦，很好。来，我们那个先把葱根部的泥沙哈，这样子用手给它搓干净。搓干净。对，然后再把葱最外面这层，哦，就像我们在做菜一样。对，我们不能把它分开，就是一整把就是一整把。一整把。可是它里面就好多泥巴哦。我觉得洗葱最不容易，外面的那个每一层先把它拔掉，可是如果不分开来的话呢，你里面又洗不干净，所以洗葱其实是很费事。洗下来，老板，我们都好了。好，那我们就来称一下哈。好。好，称一下哈，称一下哈，来，赶快来看看有没有达到10公斤的标准。哇，伟伟哦，竟然超过10公斤哎，有给他认真哦。可以吗？你达成任务了、啊，真的、啊，是，可以拿薪水，可以拿薪水，正好，对不起。哦，来吧。哦，谢谢。有薪水一定会有这个提示卡。嗯，是什么东西呀、啊？什么东西？一圆圈，圆圈跟三。三啊？圆三，圆三，圆圈圈，你刚说圆圈三，圆三。我们拿多少？哦，所以呢，接下来是要。去圆山，圆山在哪里，老板？在我们对面而已。哦，那怎么去？走路就到了吗？走路可以吗？不行，要开车。要开车，半个小时。我们没有车子，那你要？老板，对不起，可以送我们吗？等一下有个会议要开。什么？会议？这里哪有会议要开哦？没人呢。那你可以建议我们要怎么去？走公车吗？牛车？什么都有。这边没有牛车，这边是中冲的。有脚踏车。脚踏车可以借我们吗？
可以啊，可以、啊。OK， 就后面那些、欸、啊，还有脚踏车，哪两台脚踏车？老板、啊就是，你人真好，就是你有佛心。对，这两台，白色跟银色的。哦，我要蓝色，我要蓝色。钱给你，钱都是钱，这哎、欸，包包的包包，制作人。钱给我，你用走的、啊，我们自己骑咯。把这个骑士，好好哦，冲。冲怎么样？我们是不是要带走一些？可以带走。你要放哪里？你等一下起，你要放哪里？我放在我的包包里面啊。可以吗？我要回家做给小孩吃。那三星葱好好吃哦，是非常好吃的。老板，谢谢你。太好笑了，这个三星葱在菜市场要卖很贵。拜，老板，谢谢，拜拜，拜拜。拜拜，两位妈咪赚了钱还凹到葱，老板真是亏大了。你们俩也太悠哉了吧？不是还有下一个地点吗？那是什么？No， 你家也有吗？我有吃，什么？你好，哦，你卖什么？这是什么？是三星葱油饼。三星葱油饼，你直接趴到后面去。你知道你有多开心吗？好，你知不知道我们刚刚在那边拔葱摘葱，他那老板都没有吃到哎，怎么这么坏？对呀，不是他，不是坏，不是坏，就忘了，太忙哎。好香，好好吃哦！这卖多少钱？一个30块。30块？我去上个驾驶手间。好，交给你哦。我帮你。交给你，交给我们哦。100，100，100！快点，快点，交我，交我，快交我！你讲太久了，快点，快点！好了好了，这 OK 了，来，我跟你讲，我们现在越来越会自生自灭了。自生自灭？什么？这里不是自生自灭啊，自立自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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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怎么样？哪里好吃？嗯，好厚，好厚的葱油饼哦。好，谢谢谢谢。好，我们上来吃。你把那个提示卡拿出来。好美哦！拍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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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享受一下风景。刚刚我们吃了很难忘的一个葱油饼，好好吃。提示卡，请你看。好，第一个，圆山。圆山在哪里？在台北啊。它是圆山饭店哦。所以要回到。好冷哦。好，来。第12。就是羊跟狗，减掉一个狗，一只狗，剩下来就是一只羊。然后这个提示三什么是植物吗？这个就是植物，装在水里叫什么？水草啊，水草，哦，水草，水草，对，水草。我跟你讲，你看，这个怎么连在一起呢？就是三星在这里，啊哈，圆山在三星的上面，啊哈，三星。那有跟羊有关系的吗？一只羊。一只狗减掉一只狗，就剩下什么剩羊？剩羊 ？OK， 那有什么东西？所以是羊还是剩羊？剩下什么就剩羊。好，圆山剩羊，然后这个是水草，水草是没错。好，我来 Google 一下，圆山剩羊。哦，又来了，什么？剩羊水草餐厅。剩羊？哎，剩羊是吗？是不是在圆山？是不是在圆山？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在圆山啊！圆山在，太好在白盛阳，在八甲路。走了。宜兰这段很美，你看，有漂亮的山，然后有很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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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绿地，骑个脚踏车觉得很舒服，很乐活，很慢调的生活，我觉得很享受。Jackie， 你看，那里好像有那个瀑布。哪里 ？Right there！ 哦、oh! ，等一下哦、oh! ！What？ 啊 ！Oh no！ 你怎么了？好像那个链子掉下来了。你就把链子放回去，放在那个这个上面吧。你认为我会修这种东西吗？我下次会修这种东西的人吗？你讲的很好听哦，你讲的说好像你很会哦。怎么办？没有人帮我们办。怎么办？我如果等一下有人开过来的话，我们看他会不会修，帮我们修。你挥一下手，挥一下。不是阿公好吗？阿公也不会修。等一下，还有车。我在很遥远的桥上，红色车，看到一个红色的车子。红色车，看他会不会？小心车子。Hello。小心！哎，帅哥，帅哥你好。那个我们那个夹子的链子掉下来了，我不会修。嗯，不晓得可不可以麻烦你帮忙？是、哦，其实我也不会修哎、啊。你不会修啊？对啊。那你们要去哪里啊？要去圆山，有一个餐厅叫做什么？盛阳水草餐厅。哦，盛阳水草。对，你知道吗？知道，我知道。你知道地方？对啊，顺便载你们过去。哦，谢谢。有顺路吗？真的。谢谢。脚踏车怎么办？制作人。这种人弄，这种人弄。他最喜欢的那句话，我讲，自己想办法啊。这种人，脚踏车，给你，拜拜。
哎，制作人，你慢慢走过来哦，走到圆山，我们先走了，拜拜。我们先泡个咖啡，在等你哦。哎呀呀，真是天有不测风云呐、啊！两位妈咪有够衰，连骑个脚踏车都能够落泪，还好遇到好心的帅哥载你一程哦。接下来只能祈求老天爷包庇冰冷哎哦。哇！这什么东西 ，Jacky？ 你看这个水草灯哦，这水草灯好漂亮哦，这可以放在我家绿化整个环境，小孩一定会很喜欢这个。哇，这边的东西都好特别嘞，好漂亮、哦，漂亮哦。不好意思，你好，我是这边的老板。对对对，我是老板。啊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老板，你好，你好。老板，你要带我们了解一下水草吗？好，那我就去哪边？哦，好，去外面。OK， 好，去外面，走啊走啊。哇哦！好漂亮哦，这里好美哦，像世外桃源。对，我们种了很多很多的水草，200多种，将近300种植物，里面可以吃的大概有30到40种啊。来，带我们分辨一下，哪一些是可以入菜用的，哪一些是用摆设。这边这个植物就很特别，而且这个要很干净的水，你不要看这个，这个其实这个水很干净哦，让你摸摸看。这叫什么？这个叫纯菜。纯菜，你看，哇，上面有一个胶质。那个就是胶质胶原蛋白。对。那个 Melody， 赶快敷脸，你赶快。可以敷脸吗，老板？你要敷脸的，我另外拔给你。你一挤它，它里面的水分就会跑出来。你看，好黏。这个很快就会被你的皮肤吸收掉，你要拿开就它就吸收掉了。赶快抹在手上，赶快保养一下，因为我的脚现在变很难用。而且哦，这个因为它采收不易，所以它的价格也非常高。你说这个要多少钱？这个一斤大概要1200块左右。纯菜，它是一年四季都有的。没有，它就这个季节。哦，然后其实它最好吃的季节就是在端午节那一段时间。秋冬大概就没有了。哦，没有了。秋冬没有，它就休眠了。这就现在可以拔了。对，所以我就说现在就赶快拔。你看我带着它。好好好。等一下，要换青蛙妆，我们不拔这个，我们拔别的。拔别的。还有很多很多。你说什么？我们要什么？换青蛙妆。对啊对啊，我们还有很多水草要介绍。你的耳朵好精，我刚刚没有听到青蛙。青蛙妆，老板，你讲了我最爱听的三个字。这种池不用换妆哦。这个不用，对。但是我们要下线工作就很深吗？是没有很深的，但是因为会脏哦。对对对对，脏，很好很好。来，我们去看一下。在你说在哪里穿青蛙妆啊？哎，在这边，好漂亮。哪里啊？这个大池子啊，就是你们的工作区。什么？这。工作区，对，工作区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下水，走什么？老板，我们不能下水，我们没有别的衣服，我们衣服不能弄湿。这个池子太大了，这怎么下去？你开玩笑？可以，我等一下我带你们下去就可以了。你要带我们下去？对对对对对。制作人。是什么东西？这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我们真的要下水吗？对，就穿这个跟青蛙装。这是什么衣服？你简直就是……好，谢谢你给我们这个工作的机会了。谢谢谢谢，那我们先去换衣服。哦，等一下，制作人在指导我们。来，这个哦，这是你的吗？这个是我帮你服务。谢谢谢谢。哒哒。你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不要了。好，就下去了。等一下，老板，你扶我一下。好。因为这个好像不是很好走。来，我要慢慢走一下。OK。你要不要帮忙？不用，他是女强人。OK， 好。老板，等一下，不能挡路，你不能挡路了。这里不是很好走。等一下要请你们帮忙的，就是有两个任务，第一个就是拔这个。这是什么？这个叫做水王孙。水王孙。哎，那一般又叫黑藻。有没有吃大闸蟹？吃这个的。养大闸蟹一定要养这个，对对对。真的。对对对。这很营养了，很好吃的大闸蟹。而且它在大自然，它会净化水质。那你给它吃，它活的，它不会污染水质。那大闸蟹又喜欢吃。哦。对对对。那另外一种就是这个。哪一种？就是这个。我拔一个给你们看。哦，不是。就是手要伸到底下哈，然后把它拔起来。手哈。那我们要这个叶子，你要这个叶子，我们是要这个叶柄，那个根，这个像姑婆芋，这个我们叫它齿叶睡莲，齿叶牙齿的齿，就是它叶子，你看，哦对，像齿，一齿一齿这样子，叶睡莲，那这个是我们餐厅要拿来入菜的，入菜的，这个非常好吃，而且有很多女性朋友她缺铁。这个本身铁质含量，那等一下请你们帮忙的就是拔这个跟这个，那这个拔400根水杨村400根，400根，对，两位妈咪能在时间内采完400根水草吗？
那这个拔四百根，水杨村四百根。四百根。对。拔四百根。对。那再来的话，这个要拔五斤，因为晚上餐厅就会用。五斤。对对对对。我自己抱不动五斤，对，我抱不动五种，可以的，可以，不行，我再帮你们啦。你要假装你是客户哦，你是客户，你看喜欢你才要买。等一下你拿回去。对，漂亮，要把它漂亮。不漂亮，我是不给你工钱的哦。这老板好凶狠哦。下面都是东西。我想前进，但是没有办法。喵姐，你有在动吗？你有移动吗？我刚刚在那边，我现在在。真的吗？感觉是好像你就摇一摇而已。没有啊。看，我很正常。一左右，左右。以前我看睡莲在水上会开花，我就很喜欢那个花，但是我并不知道它其实叶子根这么长，而且它很有营养。那个水王村呢，其实摸起来它有点像海苔，它在水当中它是好像长在一起这样子，所以有点打结打在一起，所以走路的时候其实是很难走。我这样差不多三百吗？二十一，等一下，我又忘了，我刚刚是320。没有啊，你看，不要浪费时间，这个怎么数吗？我已经好了，我不管你哦。三百二没有差，我们差不多了，可以了。今天夜市，我们还要去夜市。老板，你回来了。对，辛苦了。你看我这边有600。不要骗人，有600，骗人，有100多而已吧。没有，这600，我刚刚数了600。我这边应该有5公斤吧？那个很重哦，超过了。出重的工作，你看我们的工作人员都3.8。食物我拿5公斤，你还把我放在后面一个人走。你自己没有跟老板讲，那好，我等你。那老板，你拿这个，我帮他。我帮你，我帮你。从来没有，我怎么会不帮你呢？牵我的手，我怎么可能会离开你呢？没有，我是有时候我好像都没有往前。对，为什么那边没有在往前？好像我一直跟你摇来摇去。因为这个下面都是泥巴，然后都是、那個、算了，你不要帮我，你真的真的我可以，我可以来。你不要拔别的植物、啊。那个植物把我弄掉，人跌倒不没有关系，植物不要把我弄死掉哦。你跌倒没有关系，他是。哎，老板是请你们来打工，不是来水中漫步的。工作还没结束，快去称重，清洗干净，卡丘卡丁哦。哇，超过了，超过了，超过耶！好，那怎么清洗？来，这个我们就是让它这边比较漂亮嘛，它的尾端在这边。好，那我们让它长度一样，大概10公分左右。然后排在一起。对对对，大概10公分左右，这样就可以了。这个一样把它放到水里面，大概让它这样子的长度，折一半。对，水王村它的感觉真的像头发，它那个光泽度真的好漂亮哦。当水草灯或是当玻璃的装饰品，你会觉得很特别，因为它那个颜色是非常饱和，然后就觉得很保湿、很滋润，看了很舒服。我们差不多了，这样可以吗？这样有洗干净吗？哦，可以的，可以的，这个可以到餐厅去了。我去准备薪水，你们到我们的那个咖啡厅去休息一下。好，这么好意思，谢谢你，谢谢老板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有付出就有收获，看来老板很满意你们的表现哦。两位妈咪，别被周边的湖光山色给洗脑喽，让你们休息不是给你们点餐呢，等等不是还要去罗东夜市吗？我们各来一个好了，各来一个，可以。你没有看价钱，我们有赚钱呐、啊。Melody， 你今天好大方哦。你数钱呐、啊啊，我们今天有很多工作啊，应该有赚了不少钱呐、啊。四百三十一，431很多，还可以。我刚刚那个，我刚刚那个都100块以内，100块以内，你点了四样东西，我们就没了。上校哦，好，谢谢，你看好漂亮哦，好香哦，松饼哦，哇，好爱松饼，是什么树啊？你看，你看这个里面真的是。这是叫什么？说是水莲花，水莲花，薄荷松饼，不用客气，就这样直接吃。嗯，好吃吗？我没有，我不晓得松饼上可以放薄荷。来，这个是要请你们吃的。老板，哦，这什么？这就是我刚刚拔的，刚刚拔的那个。刚刚你努力的成果，对。炒一炒，然后这是你们今天的薪水。哦，辛苦你们了。谢谢老板。这榴莲干好好吃哦。哎，你们怎么点这么多啊？哇，这个是今天的账单哦，一共是350块。老板，你要跟我收钱呐？对啊，刚刚只说招待就是这个啊，其他我又没有说要招待啊。哦，350啊，350哦。那我们钱够不够？刚收好。老板，我们要请问你，因为我
我们最终的那个目的地是罗东夜市，这边离罗东夜市多远？大概的话，骑车的话大概是20分钟左右。啊，骑车？骑车？对。那等一下你可以送我们去吗？因为我们等一下没有交通工具，我没办法嘞。不过不然我问一下，看有没有好心的工作人员愿意带你们过去。好啊，好啊，可以啊，谢谢。不会。300，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辛苦你们了。430，扣掉350，只剩80块。没什么，是不是？还有100，还有对，还有新开的，我们这边还有200多。那我们现在多少？70、80、81。181啊，281，哦，281很多啊，还可以哦，那我们就赶快走吧。可是它，因为可是这个夜市要晚上，对，不要浪费，不要浪费，打包，我们打包，打包，打包，嗯，啊，这个，等一下，妹啊 ，Come on。Hello， 同学们，你们下班啦？对，我们刚下班。那你们可以顺路送我们去罗东夜市吗？好啊，真的吗？可以吗？可是我们只有摩托车，没有关系啊。有关系，为什么？我们去找别的，没有别的，这边都是田，哪里有别的？公车好了，这里哪里有公车？没有计程车，有车子啦。没有，你干嘛？你干嘛？你为什么？我从小我妈妈说不可以骑这个机车啊，小的机车，因为在夏威夷常常会它会出不会，不是不要讲，啪啪啪，我知道我从小看到多少人骑这个受伤吗？我们也是小岛的。哎呀，这么可爱，这么可爱的帽子。好，这个太小了。他们这边骑很慢，我不能受伤，我妈会骂我。这边根本没有车，我妈妈会骂我。快不起来，好不好 ？It doesn't matter。奇妙，重机车他不怕，机车他怕。机车我没有怕他，我是怕被我妈看到，然后他会骂我。从小不可以骑的，好吗？李妈妈 ，sorry。两位妈咪即将勇闯罗东夜市，他们的终极任务到底是什么呢？首站罗东夜市的两位妈咪能用280元喂饱工作人员的胃吗？接下来就要靠你们的魅力来买齐所有的美食喽！好，我们要一串心。哦，一串心，一串心是谁想吃的？古早味。这一串心是它里面是什么？是豆腐还有什么？哦，很多不同的料，鱿鱼、粉肠，你们要哪一个？那你帮我们配好不好？猪耳朵，然后我多两个给你。九层塔配那个豆腐，那个豆腐有一点，猪耳朵是脆的，豆腐软软的，然后九层塔很清淡的味道。甘蔗汁，我好想喝甘蔗汁。马上就到了，你帮我喝。啊？为什么不能喝？门前不够。我想办法。你想办法？老板娘你好。一杯多少？50块。一杯50块啊？我们没有钱，我们只能买一杯。哦，好，没有关系，请你喝，没有关系。你要请我们喝？好。老板娘，你人又美丽又漂亮。我觉得应该是，你知道为什么呢？你看他的队友，他们排得长长的。店在这，好多人哦。对面在这里，这我们要排到什么时候？排到那一边。啊，排在哪哦？好，来。惊喜！怎么会一个羊肉汤在这么热的天气这么受欢迎？到底是为什么？下一位，下一位。你好。哦，谢谢。可以吗？你可以吗？羊肉先拿。你看现在这里面都是菜，还有羊肉。给我一口，给我一口。这里，这里，这里啊！
咸，也不油腻，那个重量不会，那个味道不会太重。还有什么？我们还要吃什么？哎 ，Jackie， 你看，他们都在排脯肉，在排什么？我们不是要买脯肉吗？脯肉，你要看，你要吃这个，我要吃脯肉。你看看，为什么你们选的都是堆好长的？我们快到了，快到了，下一位，下一位。照烧皮蛋，我们不知道它长什么样子。脯肉就是一块一块的扎肉，老板你好，你好。其实你们脯肉很有名啊。对啊，我们制作人给的经费很少。我要看我们的效果。他请我们吃，请你们，宜兰人怎么这么热情啊？谢谢你，谢谢跟。宜兰人跟高渣一样热情，真的好好哦！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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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！好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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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拜拜拜拜！哇！宜兰鼎鼎有名的脯肉，什么味道？嗯，甜甜咸咸的。哎，我拿出。对，它外面皮是有点甜甜的，然后这就是脆脆脆的皮，然后里面的肉有点像肉羹。嗯，好吃，很好吃。有点像那个炸酥脆的炸排炸的东西都很好吃。是不是要吃包心粉圆？包心粉圆哦，冰的是冰的。好好好，我需要一点冰的。终于可以吃冰的。什么口味的？最多人点的。好，四号，四号，好，一碗一碗。哇，你说这个粉圆是另外放的？65，我先付钱，我先付65块，谢谢。这料好多，那个粉圆，拿这个，拿这个，因为粉圆是烫的。粉圆是烫的，拿一块粉圆放在这个上面，一个给你，一个给我。你为什么没有全部都倒在上面？他说不能全部倒，然后搅拌，你吃多少就放多少。哦 ，OK OK。我有点这个。拿一点花生。花生，我喜欢花生。嗯，好好吃，你再给我一个。你看这个粉圆真的是包心粉圆，它里面包了一整颗红豆。好开心。哦，这是我今天最爱吃的哦。好吧。这个好棒。好了。没有啊，我们都买齐啦，什么一串心啊，然后粉圆啊，羊肉汤啊，然后肉啊，脯肉啊，还有有啊。好了好了，不要让你们等了，你们吃你们吃，来来来来，工作人员来，好来来来来，在这里我跟 Jackie 我们要跟大家讲说，我们很开心有这个机会，每一周带大家去旅行，看看我们会去哪里呢？谢谢宜兰的人哦，那我们下一周见哦，我们看我们要去哪里，拜拜。